各位咱台顶的讲师贵宾，啊，搁咱在场所有的咱绿岛的听友、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跟大家讲吼，越往南越热情，你知道？我第一场伫台北办的时吼，可能我伫电台讲讲吼，要募款啦，哈，大家拢惊者，拢唔敢来。所以我们在台北的台北场比较冷一点，啊，来个台中哦，啊都蛮热情。今天到高雄更热情，咱个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今仔日咧，即个演讲会吼，我想有真侪朋友吼，拢真关心台湾的即个前途啦吼。那我们也有我们好久不见的吴景华吴老师，还有我们时代力量的总队长哦，那黄国昌黄教授，还有我们早上这个节目的陈玉峰陈老师。我对陈老师做拍摄，所以我也对咱早起收听早起的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觉得非常的抱歉，因为阮的募款的能力吼不够好，所以那个钱不够用，没有办法，因为一点钟四十万嘛吼，啊，你一个月四十万，两点钟一个月才八十万，啊，但要支撑到2016吼，没有办法，我们募的钱不够用，所以我们只好把早上一点钟啊，给幸福电台啦，所以对大家足歹势，真抱歉。那我也对陈老师非常的抱歉。那我知道他有很多很多的听友在高雄吼，所以快点嘛，要拜托陈老师爱留落来吼，因为真侪人已经讲预约讲要请你给伊签名呢吼。好。啊，今日吼，伫进入咱的迄个演讲的主题进前，我先做一个引言，然后因为我们每一位讲师都照稿讲的吼，那我简单就我们今天的主题来做几个引言吼。咱今日主题是变啊，吼，国民党伫国会有无过半吼？我先为这个大局开始讲啊，小可讲起了吼，安尼可以当为。整个大局在看到国会的局哦，你有感觉现在我们台湾进入战国时代吗？哦，局势大乱啊，谁情势对谁最好？哦，现在看起来是乱糟糟了哈。啊，所以我简单的讲，就是说这一个大的局面，这个大的盘哈，跟它亲像是国民党。往极右哦，往极统这边在移动哦。那民进党因为好像感觉快要执政，他们开始往中间移动。那国民党跟民进党这一块空的地方哦，空出来这块，看到亲像亲民党哦，宋楚瑜力量一直在串起哦，所以他们要来吃这一块。国民党往极右，民进党往中间，那中间到极右这一边。看起来是亲民党宋楚瑜，其实是枭雄呢。伊干嘛机会来呀、啊？他看到这一块啊，所以这一块他会。那这个民进党往中间移，左边这个可能会空掉。那空掉了这一块，原来是台联呐吼。那现在又出来一个金恒伟金老师，啊，搁咱的绿豆的创办人陈思梦老师等等，还有彭明敏教授等等的独派的这个。势力又最近上个礼拜四又成立了一个台湾独立行动党哦，所以这一块可能这个党成立可能会对台联诶冲击比较大了，我觉得对民进党其实可能冲击不大，因为他们是要抢的是国会的就是政党票哦。那我在关心的就是说国会要怎么过半，那还有一个第三势力，譬如说我们的时代力量这个党，就少年党所集结的这个力量的党，
因为伫倒位咧，可能不定伫绿，一直到这个这个光谱就很大哈，绿到中间，甚至到浅蓝，特别是年轻的族群这一块，可能时代力量会有一个可以发展的潜力跟空间的哈，这是大概一个局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也许他们讲师会有一些更精彩的一个看法。那在总统大选的部分，我想大家拢看个真清楚。如果，那个和中国国民党继续执政哈，那个和中东台上去有人 take 哦，我想台湾这个势都又袂转来啊，就是一直往中国一直出轨啊，这可能怎么拉都拉不回来哦。所以总统大选非常的重要，纵使有一些朋友对蔡英文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或者有一些意见，但是总是他的路线比较站在台湾的立场，所以总统大选这局我们还是会支持蔡英文，因为这个是关系到整个台湾绝对不能再继续往中国倾斜，那台湾会真的是去了了，这是总统大局的部分。那在国会的部分，那你讲要安那好？国民党伫国会无过半哈？为什么要让国民党在国会不过半哈？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总统大选关系到的是整个台湾的局势啊。那国会的改选关系到的是我们整个民主的品质要不要继续的深化啊？因为很多很多民主进步的法案都卡在立法院，被国民党冰冻在立法院，足济，咱的民主侵华的法案，规拢国民党冻掉了哦。所以一定要让国民党不过半，咱的民主改革的脚步才会当继续向前行。这个是意义了哈。那技术上要怎么样让国会不过半哦？有人讲，这个民进党有法度单独过半不？我问大家，你认为民进党可以单独过半的人，请你举手。哦，这有信心吗？我认为有困难了哈。我提供一个数字给大家做参考。现在我感觉民进党爱心胸要更开阔啊，要结合其他的力量进来。因为我看那个新台湾国策智库哦。就是郭正有一个地口做的民调，从太阳花学运一直看到现在，我看了一整年，两个月看一次，因为我们两个月做一次。过去这几年来的民调，国民党的满意度大概都在20%左右，不满意度75%，民进党的满意度吼，拢在差不多35%至40%，满意度哦，不满意度大概拢伫50%至53%左右哦。那最好的民进党曾经爬上来过，就是伫太阳花学运之后哦。迄阵伊起来差不多45%诶满意度啦。所以平均来讲，民进党诶支持率吼诶满意度拢差不多是37%左右。所以表示讲伊诶满意度吼无法度好过半哈，还是讲迄个，所以。我觉得国会要过半一定要结合更大的力量，除了民进党以外，第三势力的力量。那另外为什么我会特别推荐特别这个推荐这个国昌老师的他们的这个时代力量，最主要是因为我看到一个数据啦，因为这是中选会议的点解总统大选先公布的数据，我给收落来哈。就是每四年每四年有将近100万的少年人投入到这个选举了，就是说他上次选举总统大选跟国会改选，他没有投票权哦。譬如说19岁哈，伊无投票权，但是四年后的今仔日，伊23岁，伊有投票权，他可以选总统，可以选立法委员。那所以从19、18、17、16这四个年纪人同时进入到这个总统大选跟那个立会改选的部分，那这群百万的年轻大军甚至25到30岁、30几岁，
这个百万以上的年轻人的这个大军，因不可能支持国民党，他们太阳花世代很讨厌国民党哦，但是他们未必会支持民进党。恁家己的囡仔吼，我想恁拢婆婆拢知影吼，所以这股力量，我们必须让他有一个他们可以支持的一个清新的年轻的政党吼。所以为什么时代力量较重要，就是讲因来当国较壮大起来，让更多年轻人可以认识他们，支持他们的理念哦，让这个百万大军的这年轻人哦，这股力量有一个支持的一个政党一个对象。如果他不支持国民党，不支持民进党，他可以有一个进步的力量，也让底下的少年呢震动心胸，看到迄进步的改革的力量哦。所以我是觉得确实有这股力量的存在了哈。所以我的干妈公。时代力量应该要更加油吼，让更多的年轻朋友看见哦，被看见啊，好让看到你诶，这个改革的力量哈啊，改革的理念在哪里？我想这股力量一加一大于二，我们才有可能在国会过半哦。这是一个我简单的一个引言哈。那我想过来的吼，咱的听友哦，就是我们的其他的讲者。会有一个进一步的说明，还有一个我们很多朋友很关心哈，关于这个金老师所筹组的这个台湾独立行动党哦，其实这个党，因为我跟金老师是好朋友，他来找我，伊讲要成立这个党，叫我给他斗相共，我讲哦，你来较慢，才找我吼，因为在一个多月前呢，因为我那时候思考整个。国会要怎么样过半的事情，迄、那个国昌老师这边吼，我有接受，然后我刚刚他们这股力量应该要协助他们，让他们更壮大一点。那金老师这个也很重要，他那个是我的战略目标跟金老师的战略目标稍微有一点不同，但是我的战略目标是设定讲国会一定要过半，咱的民主教会都继续前进的哈。那金恒伟金老师伊的设定目标是伊感觉国会一定要有台独的声音哈，这个也没有错，所以他就去成立这个党，所以我就用协助的方式，来给边啊给协助哈。那也许金老师那有机会啊，明仔载啊不是啊。礼拜一我有访问金恒伟金老师，5点到6点啊，请大家收听啊、哦，他会有更清楚的一个说明了哈、哦。好，安尼我简单给大家先做几个说明哈、哦、啊，大概一个小小的轮廓，其他过来哈、哦，咱是不是邀请这个陈义起陈老师跟咱讲解？嗯。